我刚去渡口那儿看了一眼，那辆车不见了。我总觉着吧，那几个王八蛋就在那附近。哟，这怎么还唱着？要说梁将军面子肯定不大，鲁梦祥和施阳都是韦恩和夫人身边的红人，说请就请他。你废话，今天来的可都是大人物，你来的挺紧的。是，万一出什么事，你我可都担待不起了。是。你在这盯着，去看你。凶手献的导火坡，引来一对细碎我。兄弟不足前面走，此地后面叫锅锅。唱的不好，唱的不好，让大家见笑了。秀姑是越唱越有味儿了，小童子也很有味道哦。姐姐，你一定要收下我这个徒弟，我要跟你学艺。姚的，你要是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教你唱几句。好啊，就现在吧，现在就学。现在啊，那去屋里吧。好，喂姑，喂要学，喂姑，喂姑，喂姑，去吧去吧，慢点啊，你两个慢点慢点。来，我们胡，吴将军，丁奎来。来喝完了，英奎啊，吴将军，我年纪大了，就不跟你们拼酒了，我先歇着去了。哎，再活一会儿。这酒啊，我也喝不惯。要紧，我晓得。好吧，小童子陪好啊。慢点。啊，你们慢慢喝。阿里哈里哈里哈里。咱们喝。哎，这下安静喽，来。老将军，前辈，我这次是特意来跟您道歉的啊，敲了您的竹杠，让您破费了。哎，吴将军，你说的啥子话嘛？该罚的款那就得罚。哎，我还得谢谢你给我想了一个好办法，这样既可以报效国家。又可以将功折罪，国家现在是真穷啊！我想这么个馊主意也是没有办法。老将军，您多体谅。哎，谢谢喽。孟阳，您今天做的菜怎么样？干菜已经尝过了。你小子是不是私底下找高人指点了？啊？改天咱俩好好切磋切磋啊！好，哎，童子，还有酒没有？再拿点。你带来这玩意儿，我们家没有，我们家都是白酒。哎，早说噻，这个东西酸了吧唧的，太难喝了。哎，换白酒，换白酒噻。啊，我给你拿白酒去。来，哎，您的基干部队虽然损失惨重。但是枝干犹存，想重整旗鼓呢，想必是不在话下。跟您一块儿出来的人呢，就没有这么幸运了，他们也只能罚款报国了。吴将军，我会珍惜你给我创造的这个机会的，重整部队，跟小鬼子再战沙场，不会给吴将军丢人的。这下委员长该安心了。Thank you.
哎呀，太晚了，看来他们这是真学上了。我明天还得去见校长，我先走。好好好嘞，先撤了。啊，好嘞。我去叫施阳。哎，小筒子，刚才人多，我没好问。有一个事情我一直没有想明白。按理说，我这个罪名那是要看脑壳的哦。可是现在，仅仅是罚过款，还让我重掌兵权。我晓得，你跟陈总长的关系不一般。但是，我这等于打了委员长的脸啊！这事是有隐情的。你的川军不愿意跟叛军同流合污，结果让叛军全都给杀了。啥子？不回吧？消息是绝对的可靠。川军没有投降，所以罪责也不在你。我冤枉我那帮兄弟喽！我在监狱里头把他们祖宗八辈都骂完喽，委屈兄弟们喽！龟儿那帮叛军落到老子手上，老子把他千刀万剐！快说。刚刚孟祥说的话，有一句话你一定要记住：重新的组建军队，纪律一定要严明，绝对要服从命令。要得，我明白了。曾局长，就是这儿了，在这儿。啊，是啊。你师兄什么人啊？门口还有站岗的，曾局长，是我卖个关子，您进去啊，见了就知道了。来，请。请二位在书房等候。